大家好，今天呢这个视频是一个 Mango 的 try on haul， 是我近期在 Mango 买的几件比较适合春夏来穿的衣服。那首先呢就是我身上的这件橘色的小上衣。那这件小上衣首先它是一个这种包裹式的，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衣服。那这个包裹式的衣服它会显得腰线非常的好，而且这一件它长短呢是属于这种高腰的，所以刚好也可以和一些高腰裤来接起来，然后这边呢也可以打一个这样的蝴蝶结，还是挺可爱的。那它袖子这里呢是做了一个这种小的泡泡袖，它这个泡泡袖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合日常来穿，因为它这个肩线呢不是特别往外的那种很夸张啊，它这个肩线是在肩膀稍微往里一些，所以穿起来呢就是很好去驾驭，人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壮。那袖子的长度呢也是刚好可以遮住大臂的一个长度。这一件面料我觉得就非常适合春夏来穿，因为它很薄，而且它这个面料呢不是那种有光泽感的，所以这样在系这个腰带的时候它是非常牢固的，不会说因为面料比较滑然后慢慢的它就松了就开了这种。这件颜色呢是一个橘色，那今年呢就是非常流行这种橘色，所以也有很多这样的单品。我觉得这个橘色它是真的是和橙子的那个橘色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饱和度也不是特别的高，还是有一些偏白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像我这种黄皮穿上呢它不会说显白，但是也绝对不会显黑，我自己是可以接受的。那在搭配上我觉得这一件我就直接去搭了一条这种黑色的运动裤，当然也可以去搭配牛仔裤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搭配是非常我的一个搭配。而且我还搭了一双我近期超喜欢的这个透明的小跟鞋，因为它这个鞋底也是一个橘色的，鞋跟也是橘色的，就可以和这种橘色的上衣作为一个呼应。那我觉得这样一个身搭配呢它既有这种正式甜美的感觉，但是又融入了一些比较酷的风格吧，而且日常穿着起来也是非常舒适的。接下来这一件衣服呢是一个这样的斜肩的小上衣。那像这种斜肩的衣服其实今年呢也算是一个趋势吧，也是我自己一直想要去尝试的一种风格。我觉得这样的衣服呢应该不是很多人都可以接受，因为它毕竟实用性是没有那么强的，但是我觉得它的风格和特点是非常凸显的，所以我也特别愿意去尝试一下。那像这种斜肩的上衣呢我发现很多都是比较偏华丽的，那我之所以选择这一件就是我觉得它整体风格还是休闲感很强的，也是带有一些那种度假的感觉。那这一件它是一个100%棉线的这种针织面料，而且它针织的孔呢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即使春夏来穿我觉得也不会特别热，最起码现在我穿在身上我没有觉得它很热。而且它这边的设计领口这个部分是做了一个这种螺纹的设计，包裹性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这边腋下的部分，完全也没有说会显副乳或者容易走光，穿起来是比较舒服，也会让人看起来更加瘦一些的。那它另外这边的袖子也是做了一个这种灯笼袖，而且是一个落肩，就是既有一点设计感，而且也比较减龄偏可爱一些。那它底下腰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也有一点这种收腰的设计，那这样呢就有一个这种堆积感，其实也是增强了它的一个休闲的感觉。那这件上衣的颜色呢是一个很自然的奶白色，所以我就在下面去搭配了一条垂坠感非常强的长裤。那这条长裤它也是一个白色的，但是它上面呢是有很多黑色的波点，那这样就让整体非常干净的白色有一个很自然的过渡，同时也不会显胖。因为这条裤子它垂坠感非常的强，即使它是这种宽宽松松的，但是呢它也是把人穿得很瘦，有一种拉长腿的作用。那我觉得这样的一身搭配呢就非常适合周末和朋友去约会啊或者度假的时候来穿。
是一个套装，但是这个套装是需要分开买，也可以分开来搭配的。那首先呢就是这件衬衫，那这件衬衫应该是我这次买的所有衣服里边我最喜欢的一件。其实我自己是很想找一件这种类型的衣服，那这一件呢它就和我想象中的那一件非常非常的接近。那首先就是它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它这个大大的袖子。那像衬衫呢，其实我们穿最多的见最多的不是长袖就是短袖，那长袖的衬衫是比较偏正式一些的，在夏天穿是比较热的。那短袖的衬衫其实是更像过去的衣服，会把人穿的比较老气。那这一件呢它算是一个中袖，而且它袖子是很大的，它在袖口的部分呢是有一个这种翻上来双层的设计，也会让这个大大的袖子增加了一些垂坠感。那这样的一个袖子会把手臂穿得非常非常的纤细，整体感觉也是非常有那种设计师的风格。那这件它领口呢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小翻领，我刚买来的时候它是一个这样的，但是我用熨斗把这个领子熨得开一些，我觉得这样会更好看。那这件衬衫它两侧也是一个开叉的设计，那在下一个搭配的时候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长度。面料呢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种棉麻质地的面料，像棉麻质地的面料在春夏穿其实是非常透气和舒服的，而且棉麻本身也是一个很低调高级的那种感觉。那这一件颜色我觉得也挺特别的，它应该算是一个米黄色，甚至是有一些偏白的，它里面这个黄色的饱和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会看起来很干净，而且穿在身上也会比较显白，比较显气质的那种颜色。下面的这条裤子呢，它的颜色以及面料和上面这个上衣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这条裤子的裤型呢，它是一个锥字型的裤子，像这种锥字型的裤子其实是非常百搭的，因为它呢也可以把你肚子上肉或者胯比较宽的部分全部遮掉，那腿呢又会显得比较细，所以这一类的裤子呢就是不太挑人，然后无论你去搭配 T 恤啊或者任何的衬衫都会很好看。那鞋子呢我就搭配了一个这种非常简单的也是今年必备的这种一字的凉鞋，那这双鞋的颜色呢它要比我整身的黄色稍微深一些，所以穿起来也不会有那种头重脚轻的感觉。那这条裤子它本身有配一个这种腰带，而且它是一个透明的扣泡，我觉得也是挺好看的，但是因为我成套穿我就觉得整体颜色过于单一了，所以我就在腰的部分系了一个这种棕色的小腰包。那这样呢既可以把上下的这个腰线分割得更加明确一些，也可以让整身比较浅的一个颜色往下压一压。这件呢是一条这样的短裤，那这条短裤它也是一个棉麻质地的，因为 Mango 每年都会出一个棉麻的系列，所以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那它虽然也是棉麻的，但是和这个衬衫相比呢，它没有这件衬衫那么的硬挺，它是比较偏柔软一些的。而且这条短裤它外面其实也是有一个成套的马甲，但是我觉得那件马甲呢它是比较长的，搭配在一起还可以，但如果单穿的话它的实用度不是那么的高，所以我就只买了这条短裤。那这条短裤它上面其实是有这个人字纹的图案，而且隐隐约约是有这种明暗不一的竖条纹的感觉。它门襟的部分是有三颗比较大的扣子，就是设计感会强一些，但这扣子是钉死的，是不能打开的。它穿脱的时候侧面是有一个这样的拉链。那这条短裤的颜色呢是一个棕色，但这个棕色也是那种饱和度不太高，比较偏白一些的这种棕色，所以我就在上面去搭配了刚刚的这件衬衫，我觉得在颜色上呢是非常有这种层次感的。那这件衬衫它本身长度呢不是特别长，而且侧面是有一个这种圆弧形，开叉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搭配这样的短裤在一起呢也不会说显得腿短。这条短裤呢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没有口袋，所以有的时候想这样插口袋就觉得有一种落空的感觉。那在
鞋子上呢，我就搭配了这双超级舒服的奶奶鞋。那这双鞋子颜色和这件衬衫的颜色是非常非常一致的，所以这样就有一个上下呼应的感觉。那这样的一个搭配就是有那种法式的风格，就非常的慵懒随性。那这样的一身搭配呢，我觉得日常出门呢既简单又好看。那我自己呢是比较喜欢稍微有一些气场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带一个这样有棱角的白色框的墨镜。戴上这个墨镜之后呢，整体感觉一下就变得是更加时髦一些。这件白色的外套呢，是所有衣服里边我收到了最惊喜的一件。因为买这件衣服之前，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件白色的牛仔外套，但实际我收到之后，我发现它的面料非常非常的薄，而且很软糯，很亲肤，就穿在身上完全没有牛仔外套那种很硬硬的感觉，更像是穿了一件很柔软的棉质衬衫，总之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那我发现这一件的设计呢，首先它肩膀这里呢也是有一点点小落肩，而且是非常有这种廓形的感觉。那包括它门襟呀、下摆以及袖口这里都做了一个这种双层面料的设计，所以就让这件外套它整体的一个构架是非常挺阔的。但是它袖子呀和大身这里呢面料是很薄的，它又有一点点垂坠感，所以整体这件穿在身上是既有那种挺阔有型的感觉，但是又非常的显瘦。那它两侧呢也是有这种大的口袋的，颜色呢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米白色，包括它上面的这个外缝线也是比它原本米白色更加偏深一些的那种偏棕的颜色，所以整体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然。在搭配上呢，我觉得这件外套就是非常的百搭，你去搭配任何种类的衣服直接一披就可以出门了。那今天呢，我在里面搭配了一件这种斜肩的内搭，其实它是一件泳衣，而且今年也很流行这种斜肩的内搭，因为你穿在里面的时候是有这种不规则的线条感，下面就直接穿了一条黑色的牛仔短裙以及小白鞋，所以这样一个搭配就是很简洁的又很壮的这种黑白搭配。那我就拿了一个这种很可爱的红色小包，也会给这种黑白颜色又增加了一些亮丽的色彩。那扎染呢是今年非常热门的一个流行元素，但扎染它其实是用很多种颜色把它们柔合在了一起，所以在搭配上其实扎染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如果颜色选择不好呢，第一它可能会比较显脏，那第二呢它颜色过于多，所以让整体看起来会比较乱一些，不会穿出这种高级感。那如果大家想尝试这种扎染元素的单品呢，我觉得尽量去选择不要超过三个颜色以上的这种扎染，这样看起来会比较简单简洁一些。那我身上穿的这件 T 恤呢，它其实就是由两色组成的，主要就是一个白色和一个明黄色，而且这两个颜色其实是非常接近的，而且它这个扎染是这种大色块，就是大面积的一个扎染，所以穿起来就不会说特别乱，也不会说特别显脏。那我觉得这一件呢也是非常好驾驭的，而且这一件它价格也比较便宜，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这件 T 恤在搭配上呢，就一定要选择比较简单干净单色的夏装，所以我就搭配了一条白色的牛仔裤。那这样看起来一身就是非常简单又很干干净净的，但是因为它又是扎染的这种图案呢，又非常的有特点。那我会把这件 T 恤这样直接系起来穿，让它变得短一些，那这样既可以显得腰线高一些，又可以比较显身材。鞋子就直接搭配运动鞋，就是看起来比较有活力比较休闲的那种风格。
最后这件单品呢，就是一顶贝雷帽。因为我们看了很多的贝雷帽呢，它都是那种毛呢面料的，是秋冬配大衣的时候来戴的。因为贝雷帽呢，它就有那种法式的优雅，很甜美又很复古的一个感觉。这顶贝雷帽呢，它是一个草编的，所以它很适合春夏来戴，就是戴起来完全不会热，很透气的那种。颜色呢是一个很正很正的红色，我觉得这个红色戴上真的是很显白，也是比较显气色的。那像这种彩色的单品呢，在春夏的时候真的会给整身的搭配去增色的。因为尤其是夏天的衣服呢都是比较简单的，所以用这种彩色又有一点特别的单品去点缀呢，就会让整体感觉看起来完全的不一样。那像我今天呢就直接穿了一个这种黑色的 T 恤，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穿一条黑色的连衣裙，那在搭配这种红色的贝雷帽的时候，就会让这种很简单的衣服多了一些时髦感。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你们还可以喜欢。那所有衣服以及搭配的信息呢，我都会写在下面的信息栏里，包括尺码的建议啊，我也会写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如果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去查阅一下。那最后呢就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帮我点个赞啊！想了解我更多的穿搭以及生活呢，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和 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感谢大家的观看，拜拜。